大家近日看新聞都知道書展被迫叫停，但各位經濟日報和 iMoney 的粉絲不用失望，因為我們由即日開始推出網上書展，讓大家坐在家裡都可以訂閱。事不宜遲，即刻看看有什麼禮物先。訂閱一年經濟日報和 iMoney 電子版只需要1270元，比原價便宜了300多元，加多1270元訂多一年，即是2540元，比原價便宜了600多元，即刻看看有什麼禮物先。禮物是不是很豐富呢？那就快點 click 下面的link 訂閱吧。